1962年，咁咧就係有訂華僑晚報嘅，喺大概星期六、星期日咧，佢有個漫畫版。咁我喺漫畫版嗰度咧就睇到老夫子。咁後來咧就除咗華僑之外咧，好多張報紙嘅漫畫版都有老夫子嘅專欄。佢當時佢講嗰啲題材嗰啲嘢咧，就當時可以反映到個社會嘅面貌嘅，逼巴士啊，或者係逼嗰個渡海小輪啊，或者有時有啲衝突啊，或者有啲趣事啊，即係就喺呢啲細節嗰度反映到出嚟啦。飲茶爭位啊，喺茶餐廳咧挨住嗰個卡位啊，個椅背啊，同後邊嗰個人咧，大家爭地盤剩係乜嘢啦？你冚我，我冚你啊，咁樣冚到咧兩方面啲人咧都將啲奶茶咧漸到通面都係啊咁講。呢、这個人物咧就咁係根本一個虛構人物，但係我覺得咧就係、是、每個人咧嗰、那個心目中咧都有佢嘅存在嘅。